刚开始说不挂的时候都苦，现在都不苦了。挂水了，悠悠。哎呀，挂水了。哎呀，我喂的香啊。真香。你就心疼你爹你妈吧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我家小胖昨天晚上出来住的，因为在医院嘛，就一个病床，然后呢，大人在那块也睡不好，小孩也睡不好，然后我们跟那个医生说了，说能不能回家住去，因为小胖现在的状态吧比之前好多了，然后医生允许我们回家里边住啊。嗯，等会儿呢我们还得起早七点之前去医院。正常咱们订的29号机票去韩国，像他这种情况今天得去医院。先听医生怎么说的，医生说如果可以出院，那咱们就多开点药，去那边继续吃药治疗。如果不行的话呢，那咱们就到时候还得再签。那咱们得以孩子看病为主啊。是啊，因为我看好多网友都说的，他这个肺炎呢容易复发，一治的话必须得给他治彻底的。在韩国现在也有很多小朋友，他们同学一个班的四个人啊，还有好几个也是像小胖这种状态的。包括现在去那个医院也是，所以大家家里还有孩子的话也多注意点，是不？现在因为换季嘛，就是对支气管这个问题也挺多，得看利索了再走吧，是不？嗯，到时候假如说的今天上医院，问问大夫，因为今天都28号了。嗯，但他现在状态是好多了，但是还是有点喘，然后咳嗽的话就连续咳。我家小胖现在每天早上啊，就是晚上也是的，我姐专门给熬那个小米粥，我家那小米粥，老愿喝了。那天一天早上干3碗，你喂饭啥的，他还不愿吃呢。哎呀，喂小米粥连饭都不，连菜都不吃了。马吉斯啊，嗯，你看这么小孩子吧，一生病遭罪呀。那好多了，没第二碗了，吃第二碗了，那手上还扎着针呢。就跟他老姑姑好，吃饭吧，姐。滚吧啊，滚吧啊！哎呀呀呀！啊，滚吧！滚吧啊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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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这是英文了呢？啊 ，no 英文了 ，no。Yes。妈妈，你就这个呀？哎，姑姑对你这么好，你干啥不给她吃啊？你说 yes，我还没学呢。公公公吃一口，公公公吧啊，公公啊。哎呀，这是给谁？啊！孩子玩具啥的拿点不？今天去医院就好好听那个医生咋说，然后还是听医生建议，别着急回去啥的的，还是把他看好为主啊。嗯啊，哎呀，让他听见。如果要喘的话，我还是建议你在这把这根治好了再走。嗯嗯，因为这已经看了，然后医生也知道他现在啥情况，那用尿啊这些方面还是比较方便一点吧。你要到那会重新来医院，对吧？嗯嗯，那现在状态是好多了。昨天晚上的状况跟医生再说说哈，然后看看。啊，等会儿我弄好了，我去啊，上家里工作，我走走。不用，你休息休息吧，这两天姐也累了。没有，不累，哪都是自己解决。你走了啊。不用带饭了，买点得了。啊。天天吃外面也不好，拎着，走吧。到那别着急，听医生的啊。嗯。跟医生表达清楚，我是以孩子为主。嗯。我不着急回去。啊。嗯，知道了。走了。嗯。看你姑多好，怕你冷，把她衣服给你穿上了。你姑抱你一下都不让，那么没良心的，还天天给你做早餐。我姐想抱她都不行啊，但是她太喜欢小小胖了，趁小小胖睡觉的时候又抱抱又亲亲啥的。平时小小胖都不去我姐那边，这两天我家大胖也累了。老老实实的这下子，如果血还行吧，要走就走吧。
但是我们现在是以孩子看病为主啊，再等两天吧，再等两天。把药不知道减下来，因为去那边用药跟这边用药不一样，而且那边配药不是很方便，有些是我的。然后这边也是比较全的药，这样和包病毒加支原体什么。还有那个台黑呀，还没出来。还得做两天，嗯，对吧？还是以他为主吧。对，我们吃过了。他看别人吃，他也想吃。嗯。哎呀。谢谢。谢谢谢谢啊。那真馋呢。嗯。你早上吃过了呀？你坐着吧，坐着。咱们机票还得给钱呢。要给啥钱？孩子好的呗。基金得改到啥？再过三四天就差不多了呗。这大胖来这块改签两次了，我还改签一次，这改签费机票现在都干出去不少啊，这回来一趟费用高，没病的话就好点，是不儿子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长大好不好？我就把这个住院费再去交一下，给大家看看我家小伙伴吃药。哎呀，哎呀，现在我们家小伙伴吃药吃的可好了。小孩每次生病一次，他就成长一次。我家小伙伴比之前感觉乖一点了，吃药也没那么太闹了，是不？嗯。刚才我出去交住院费的时候。医生说等咱们出院再交也行，然后咱把机票呢再改了，正常明天走，现在得改到1-2号吧，要在2号之前去那边，要不我保险又掉了，又得花好1000块钱，是不是？行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老看，拜拜拜拜。我们家宝宝真乖呀，刚开始说不话的时候都哭，现在都不哭了。挂水了，悠悠。哎呀，挂水了，等一会儿二儿子说完无话的吧，好不好？现在我家宝宝越来越勇敢了，说无话也不哭了，一会儿又打点滴也不哭，是不？啊，一毛背着你的。啊，也勇敢没？会说中文吗？现在能听懂了。能听懂，但是不太会说。之前听不懂，来这待几天会。哦，这么聪明的。那他平时说什么？说韩语。嗯，韩语。说不会说话呀。还不错呀。但能听懂。哦。那也很厉害。简单的爸爸妈妈会。简单的爸爸妈妈。我听着你口音像东北那边的。对，我就是东北的。东北的，是那个吉林。吉林，他们那边到那个朝鲜很近。对，所以我会说朝鲜油话嘛。哦。嗯。我姐带着小小胖饭来了。我俩都不用，我姐多好，来给我替班来了，让我回家。做晚上饭去，太辛苦了，姐也辛苦了。晚上想吃啥？我做点好的。把鸡肉款上了，你把鸡肉做了。啊。对了，快点炸辣椒。好，你想吃啥？我随便，姐你做。我刚买咖啡回来，谢谢，你们喝吧。那我走了啊，我姐夫在外面等我呢。电话给去吧。啊，行。拜拜，姐夫大，拜哥。哎呀。